好，那我们那个稍微再复习一下，对。想想2500年前哦，那个悉达多他在菩提树下，哎，他怎么样去发现生命的真相？他怎么样借由发现了生命的真相，所以终止了自己生命里头的疑惑，然后呢，自觉性的除灭了他生命当中的那种苦患，我们说他的那个痛苦烦恼。那我们简单复述一下。事实上呢，2500年前的悉达多，对，他在菩提树下，他看到什么呢？所有的生命经验都是六根接触境界的时候才形成的，对不对？一定是六处入处的当下。所以这边注意听，对不对？任何痛苦烦恼的升起，也一定是在六处入处的当下。所以任何痛苦烦恼的熄灭，也一定是在六处入处的当下。这是后来他觉悟之后，很简单，就是很明白的这样的一种洞察啊。那他怎么样达到这一点的呢？因为他看到说，生命经验就是在六根触境的时候，当下的一种缘起的现象。那如果在六根触境的当下，你不如实知当下的这种经验的它的特性、它的本质、它的实相，哎，那你就会怎么样呢？以为说有一个我，然后产生这种在境界当中的这种贪爱跟执取。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境界是源于六根触而形成，而六根触，六根本身，眼耳鼻舌身意根，哎，它是一个原生无常的现象；色身香味触法也是原生而无常的现象。随着根触尘而升起的身心的觉受的这种变化，也是原生而无常生灭的现象。那对这样的一个生命实相，你看，你如果不如实知，哎，在境界当中会怎么样？会以为我在跟境界撞击，对不对？会以为我要去抓取境界，然后你就会在这个当下里头产生贪爱执取。但问题是，境界是一种缘起的流动，它是一种原生的现象，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被你给把捉，被你给把持，被你给掌握。因此你就怎么样呢？你如果想要抓，你抓到的就是只有苦，就是只有空虚啊，然后就是只有这些痛苦烦恼。但是你抓，结果抓到这些痛苦烦恼，你又不如实知，不知道是这样的因缘，所以你就会在这种空虚痛苦烦恼当中，又进一步引申随之而来的这些不安、焦虑、恐惧，更深层的痛苦跟烦恼。其实悉达多发现的就是这么简单的真理啦，啊，所以他就看到了。所以如果说不如实知这个六处入处的这样的一种无常生灭、非我非我所的实相，在触境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无明跟贪爱。有无明跟贪爱就会怎么样呢？会产生强烈的执取。那有这种强烈的执取，一定会有不自觉的这种有序的冲动。有这种有序的冲动，结果你会看到它什么呢？这个冲动会不断的去制造紧张不安的身心，有没有那个有序？会去制造，它会去制造出、投射出，而一直紧张不安的这种，我们说那种五阴身的那种状态。好，那所以呢，随着生命就会随着这个不安的、紧缩的这种身心状态，它怎么样？它陷在痛苦烦恼里面，然后呢？活着的时候这个样子，生病的时候也可能这个样子啊，临终的时候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又怎么样？就会继续去投射未来的这种生命的记起，所以他就等于说会原生未来的这些生命现象。那在这个地方注意看啊，哦，你看以一个痛苦的身心所原生的未来的生命，你会以为它会有多大的那种快乐的可能性吗？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看我们当下这种痛苦的这种身心，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种痛苦的这个状态里头如实知这个苦，对，看到这个苦造成这个苦的原因，因此自觉性的把这个原因熄灭，让苦熄灭，让身心平复，就是说让痛苦烦恼熄灭下来。你以为以这样的一种苦患的身心基础能够去累积或者去原生下一刻或者明天的那种我们说幸福快乐吗？对不对？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了，很难，不是不可能，有没有？但是你会发现，那是变成完全没有自主性的。随着那个很，就说那个基础非常脆弱的的那个状态呢，等于说它容易在被境界啊，都几乎完全要被境界给决定。那你当下的境界是这么的苦恼，那你除非说，哎，突然在下一刻里头碰到一个强大的让你能够喜悦的这种境界，但是我们说这个机会呢是比较少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是变成是很靠外力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对，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自己当下的人生的这种品质，对不对？几乎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痛苦的轮回，什么是快乐的轮回。如果我们对当下的身心现象的觉察跟转向的能力是非常的衰弱的，对不对？那你就会变成是一个不断的被缘起而来的境界给决定的一种生命状态而已，对不对？那样你说，哎，能有多少把握有一个我们说幸福快乐的明天，对，或者说能有多少把握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未来世，有没有？都会几乎变成是一种空想，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呢，悉达多他就发现这件事情。一切是一个无常、生灭、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实相，所以你如果有所抓取，它就会带来随之而起的这种痛苦跟烦恼，而不断的在痛苦跟烦恼当中流转，在痛苦跟烦恼当中继续轮回，有没有？这就是他在菩提树下的觉悟啊！所以他就发现说，所以要把心安住在这样他所体会到的、所了悟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实相。什么样的生命实相呢？生命的经验就是六处入住的经验，哎，六处入住跟尘世和处生受想思，然后这些都是怎么样呢？缘生、无常、无我，所以它是怎么样呢？它就是流动的。原本在《阿含经》里头，他用的字眼是缘生、无常、苦，但因为他不断在败坏，无我，没有一个主体，不是我的，所以那我们用现代化来讲，就怎么样呢？它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生命经验就是生命能量的流动。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比较更接近实相一点，生命经验呢，就是一种宇宙性的能量的流动，在众生各自不同的因缘条件底下的一种显象，就成为它的六根的这种报身的状态。就是说，生命的形态是一种能量的显象。那它为什么这样显象呢？以能量这个真实的能量做基础，然后随着众生的业力，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说因缘果报，所以呢，它呈现出那样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就有所谓的诸界的众生的这种生命形态的展现，所以就会有怎么样呢？有所谓的生，有没有？有所谓的老病死、忧悲恼苦这样。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所以要先从在菩提树下里头去认识说悉达多的认识，他看到的是怎么样呢？在这些生命现象当中，如果你的心只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很表层的显象的世界，原生的世界，然后呢，你不自觉的以为在这个原生的世界里面呢，去追寻自我，去支持自我，去想要去贪爱、抓取这些原生的境界啊，你会发现它都是一场苦，它都是一种梦，而且你会发现那都是一种痛苦的梦，有没有？那他了悟了，他看到说，如果在这样的一种了知当中，把心安住在这个生命实相啊，所以呢，在六根促进的时候呢，学习心安住在实相，而不再投射无明啊，所以呢，就不再投射欲望，所以就不再投射执取，所以就不会有序的冲动，有没有？那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现代人在讲的，叫做活在当下。就这个有没有？这样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活在当下。所以你看他在当下的境界会变成怎么样？他就是如实知当下的境界。那我们说如实知当下的境界，它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透过六根的触而呈现的这个相，对；一件是触到这个相的当下的领悟，领悟到什么呢？当下的这个相，其实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整体流动当中的一个暂时性的现象，所以它如果保持在这样的正知正念的当下呢，你看，它是解脱的，对吧？那个心是解脱的心，对不对？这样能体会吗？他不会去抓取，然后又有一种明觉的这种了悟，对，所以他是在一个明觉的状态，他没有无明，当下没有无明升起，当下没有欲贪抓取升起，所以他只是保持在一种怎么样？我们说心解脱、慧解脱的状态，对不对？那从这样的一种领悟，其实回到我们的人间世里头，你就可以很容易对比出，其实痛苦烦恼就是源于不如实知当下的真实。什么叫做当下的真实？六根促进的当下的这种原生的实相，对，所以有显象，然后领悟到，这个显象呢，背后有一个无形无相的这个能量的背景，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当下，你如果不如实知，心没有安住在这样的一种领悟，你看你就投射自我感，有没有？你跟实相呢，它就是一种分裂的，它是一个对立的，所以你内在里头就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跟不安。那因为有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跟不安，所以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更会要去抓，你更会要去想要去抓，要想要去控制，要想要去支配境界。那所以无明贪爱，它会带来自由的丧失，你的心灵不会多自由，然后心会被束缚。所以没有办法体验这种解脱的喜悦，那有了这样的了解，走向自觉性的走向，断除对于境界的贪爱，就变成叫做悟后起修嘛。悉达多他在菩提树下的觉悟，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把那些佛学的语言名相都放下来之后，就是这样。好，那他觉悟之后，第一次转法轮，叫做转法轮经。我们上礼拜是借由12缘支，其实那是用非常深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谈四圣谛啊。那是从用44种观智在谈四圣谛，但是在转法轮经里头，我们一般的这种对于四圣谛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或者一个文思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说苦集灭道，对不对？那苦是什么呢？生的苦、老的苦、病的苦、死的苦，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有没有？这个叫做世间的七苦。但是后面有一句话，什么呢？五因炽然。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苦就在讲的就是什么呢？五因，身心现象的这种燃烧的现象。那身心现象的燃烧，其实佛陀用的字眼，或者说我们从阿含经用的字眼是在讲什么呢？因为它不断的在败坏，所以他在提醒的是，面对这不断败坏的境界，你不能不如实知，而产生不必要的贪欲跟执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产生贪欲跟执取，一定会带来痛苦跟烦恼。那如果换另一个角度，所谓的五因炽然，就身心现象的燃烧，像我们刚讲，你用另一面，它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你会发现你的心境是会不太一样哦。你会看到说，这就是生命的实相。什么意思呢？生老病死、怨憎会啊、爱别离啊、所求不得啊，这些都是一种生命的境界的现象。那你如实知它是一种生命境界的现象，就像佛陀讲的，它是怎么样？它就像火在燃烧一样，它是无常的。哎，那从这一面，所以你会自觉性的说，所以我们离贪断爱，对不对？我们就能够苦灭，没有那个痛苦烦恼升起。但是另一面你就看到什么呢？生命的庄严，有没有？它是一个能量的无止息的一种流动。那如果你看哦，如果你的心如实的安住在这样的一种对生命实相的了解，其实它一样达到苦灭，知道这个意思吗？用的字不同，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在看阿含经的时候都在讲苦讲苦，有没有？但是奇怪的，修行人修到最后都很快乐，为什么他们都不苦？刚才这意思。所以苦不是因为生命哦，你慢慢要去了解，苦不是因为，那是语言文字的一种用法，苦不是因为生命。如果生命是苦，那你就没有办法解脱。其实是因为错误的对待生命，所以才会在生命的经验当中受苦，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看像如果像在这个在中国禅宗里头就会很清楚，你看那个禅师呢，好像都活得很快乐，道理就是这样。那么看阿含经啊，或者说看有的人怕学佛，像他怕学佛，你们都讲苦讲苦啊，有没有？那我们都不觉得苦啊，怎么会是苦呢？啊，其实那是在讲，如果你不如实知生命的实相，然后呢，因为你无知，所以对境界呢投射这种贪嗔痴，有没有？你看你就一定受苦。那你如果如实知这个生命的实相，随顺这种原生的这种境界所产生的这种能量的显象，而做恰当的对待，你看它是一种苦灭的状态啊。生命是可以怎么样自由跟流动的，哇！按那条该团，那你刚听到这一首，这样清楚这个意思吗？所以不是表面上的这个文字。好，所以你看他在《转法轮经》里头讲苦，生命是这样，从无常生灭。这个苦其实就是在梵文里面就是都卡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不断败坏的意思。不断败坏看起来是比较负向性的语义。那你如果从《道德经》来看，或者是从现在的这种那个量子力学、物理学来看，你知道它是什么？它就是能量不断的在流动，能量的不断的波动，它就是一种能量的波动。那在能量的波动当中，它会显象，那因为显象只是能量的波动，对，所以这个相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变坏，一定会变灭。但是变坏的这个显象，它的能量是怎么样？它是不灭的，它只是变成怎么样？转成另一种能量波动的那个不同的频率，因此它就会有不同的显象。我们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难解的道理，其实在生活上是很简单的啦。你看，就像水啊，有没有？水如果说这些水，你看它把它弄到0度，它就结冰啦、啊，那冰再把它稍微烧掉，它融成水，再烧一烧，它变成水蒸气，有没有？那把它烧到干了，你以为水壶的水蒸气没有了，但事实上它还弥漫在怎么样？弥漫在天地之间啊。然后遇到冷空气，有没有？它又变成凝结成云。那云在适当的条件底下，有没有？它就会下雨，那些水又变成雨滴下来，然后又流到河流里面去，有没有？或者被植物吸收，不管，你看它又怎么样？它又流到大海。那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被举起起来，你看它不同的形态。我们所谓的水有没有？你看它有怎么样？它是可以是冰，可以是雪，可以是气，哎，可以是海水，可以是河水，可以是溪涧里头的小水滴。啊，所以在晚期的那个《般若心经》里头，为什么讲说哎那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在某个意义上就在讲这个东西。哎，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你看，你的心对这个生命的实相有这种侦测的了知，对，知道这是一种能量的无常的一种流动，所以呢，自觉性的离贪断爱，知道是一种无常能量的流动，叫做破无明；自觉性的离贪断爱，叫做在断苦集。啊，所以呢，你看它就会达到一个状态，叫做苦灭。那在这个地方停一下，什么叫做苦灭呢？有没有？有大家这样能体会吗？啊，你看亲亲，你看苦灭是什么呢？有没有？苦灭就是心安住在对于这个生命实相的一种究竟领悟，因此呢，没有贪嗔痴投射出去。因此呢，没有痛苦烦恼，只有当下的解脱跟喜悦。这个哦，你们要去体会啦。但是其实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很难，真的不是很难。我们直接试一下好了。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反正你们也是刚刚去那个练习禅修回来，对不对？安静下来，对。好，静下来。我们现在静，就这样，先眼睛闭起来，身心都放松。对，吸气，先用长呼吸，哦，放松你整个的身体。吸气，吐气，然后放松整个头部的压力。吸气，觉知头部的压力。吐气，觉知压力比较放松。吸气，觉知头部的压力。吐气，觉知头部的压力放松。吸气，觉知。吐气，放松。好，那进一步，吸气，觉知胸肺的压力。吐气，觉知胸肺的放松的感觉。吸气，觉知胸肺的压力。吸气，吐气，觉知胸肺放松的感觉。继续吸气，觉知胸肺的压力。吐气，觉知这个压力释放了。吸气，觉知腹部的压力。吐气，觉知腹部的压力释放了。吸气，觉知腹部的压力。吐气，觉知腹部的压力释放。吸气，觉知腹部的压力。吐气，觉知腹部的压力释放。好，现在吸气，觉知后面的肩背，从肩颈到膏肓的裂开加片，那个压力。然后吐气，觉知好像那个压力释放。吸气，觉知肩背的压力；吐气，觉知压力释放。吸气，觉知肩背的压力；吐气，觉知肩背的压力释放。好，你看。继续保持吸气，觉知吸气的气息进来的时候呢，整个身体的状态。吐气，吐气的时候觉知整个身体的状态。吸气进来，觉知身体在这个吸气的当下膨胀的感觉。吐气，觉知身体收缩的感觉。吸气，觉知膨胀的当下，感觉细胞的那个脉冲。吐气，觉知吐气的状态底下，细胞的脉冲改变，就是身体的那个震动。吸气，觉知身体的波动；吐气，觉知身体的波动。吸气，觉知；吐气，觉知。好，那你看你们眼睛先不要张开，现在感觉，你看你感觉你这个时候你当下的心。吸气，觉知；吐气，觉知。你看心在当下，在生命的波动当中，心跟这个生命的波动同步。这个时候你在做的是什么呢？这个叫身念处。吸气，觉知这身体的状态；吐气，觉知这身体的状态。好，那你看你会有一个领悟，身体的状态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没有办法抑遏的，不会随着你的主观的意愿，它是一种自然的，有没有能量的一种波动的状态。吸气，觉知身体的状态；吐气，觉知身体的状态。所以你看，你在这个当下，你的心没有在想过去，没有在想明天，就只是这么全然的安住在当下。对于当下所发生的生命经验，有没有进行一种毫不扭曲的、没有折射的一种全然的觉知，让它如实的呈现而已，有没有？吸气，觉知身体的状态。吐气，觉知身体的状态。你没有在说这个身体的状态好，或者说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好，你要它怎么样，要它不怎么样。其实这就叫做如来，如现象这样在发生，你如其所来保持觉知，如其所是保持觉知。心活在这样的一个如来的当下，这样体会到吗？没有痛苦跟烦恼。当心活在实相里面，有没有？当心活在实相里面，痛苦烦恼就灭了。所以在这里头，那你就能够很清楚的去体验到，如果心没有安住在当下，它就会怎么样呢？攀缘过去，或者呢攀缘未来，心就会调动不安。那在调动不安当中，你看它就是紧张、痛苦跟烦恼啊，所以你会发现一点，原来调动不安的心就会变成怎么样呢？好像就是掉入一个黑暗的自我意识的紧张的涡旋里面，好像它就掉进自我意识的一个黑暗的洞穴里面，在那边旋转，有没有？它跳不出来。那如果你看你自觉性的变成不是在脑袋里头乱转，而是变成怎么样呢？如实觉知到当下。你看你好，现在纵使说你觉知到当下在乱转，心产生这样的一种觉醒的力量，那就马上回到当下来。然后呢，你看你就把心呢回到这个呼吸上面，吸气吐气，就很容易让你的心回到当下，回到真正的实相里面。那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会刚像我们讲，你看你会水转。那为什么会水转？因为你没有真正对生命有这种如实的这种洞察，所以就会不自觉的活在自我意识所投射的幻象里面，所以就会受苦。所以这叫什么？就会不断的制造苦，不断的制造苦集，有没有？在无常生灭的实相当中呢，不断投射无明跟欲贪，所以就会不断的制造痛苦烦恼，所以叫做苦集。那你看，那如果就这么轻松的、全然的对于生命的实相毫不抗拒的保持一种觉知的状态啊，然后随顺当下的缘起，做刚刚好的、恰当的对待。我们就像我们讲的，随当下的因缘条件呢啊，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觉知它，对，吸气觉知这样的频率，吐气觉知这样的频率，没有过当的那种干预，心在一种松坦的状态，就像这样的一种。只是保持一种纯然的觉知，然后在生活境界上面，以这样的一种坦然的觉知对生活境界做恰当的回应，还是不会有痛苦烦恼升起啊！啊，这样清楚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就很容易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随时都能够有那种我们说解脱的体验，苦灭的体验，这叫如实之苦，如实之苦集。有没有？你看你如实之苦灭，它其实是这么简单的。那你看你体会到了，所以就知道说，哦，原来生命是这种无常的宇宙性的大流，所有生命的显象呢，它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它都是缘起的，它都是缘生的。所以你有这种缘起的正见，对，有了这种缘起的正见，因此呢，展开这种离贪断爱的这种生命的修炼。所以这个就叫做正智。我们说导向于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生命的修炼嘛。我们说正确的生命的导向，然后依据这个正见，依据这个正确的生命导向，这个正思维，随时在六根促进的当下，观察自己的意念、语行的冲动、语言的运用，观察自己的行为、行为的冲动、行为的目的，观察自己的生活、生活的状态、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目的，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建立正语、正业、正命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有这样的一种正见的领悟，有这种正思维的这种导向，所以就自觉性的看到自己如果又落入痛苦烦恼当中，你会觉得它是不必要的，哎，所以你会以生之恶令断，就会开始修饰正断了。那没有那种痛苦烦恼升起呢，你就不会让它升起，哎，那呢会去自觉性的增上自己的这种善法，就是更增上自己的这种生命品质，哎，然后呢为了要活出，应该这样讲，就是你会自觉性的走上这样的一种苦灭生命的净化，生命的自然的增上的这样的道路。所以那种觉察力呢，其实就叫做四念处，它就在这样的一种生命氛围当中呢，它就升起，它就在升起。因为呢，为什么它会升起？因为你有正见，而且内在这个生命的导向形成，所以呢，当你的身口意行违背了这个方向，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容易感觉到那个痛苦跟烦恼，所以你就会借由正知正念当下，你看有正知正念当下的苦，然后就去看到当下的苦的原因，然后呢，就智慧就会去自觉性的离断这个苦因，所以苦就会灭。所以你很容易在生活上面，我们说住四念处修七觉支，也就是在六根触境的当下，随时现观四圣谛啊。所以呢，这就叫做正念啊。所以心就容易怎么样呢？随时保持在一种离动荡、离五盖的平衡的状态啊。那你看，这个有这个正定，所以怎么样？心就保持在一种明觉不动摇的解脱的境界，哇！所以这就变成满足七觉支啦。你看，因为有正念，对，所以呢，正念当下，所以责法对治不恰当的取巧跟身口意行，然后呢，精进增上，所以身心的喜悦升起。所以呢，身心就会变得清安，心稳定，所以那种明觉就降临了，它就临在，它就降临 presentation， 它就临在。能讲的明觉，所以心你看，它当下解脱离苦，所以叫做明解脱。所以这就是四圣谛的这种修学。所以我们上礼拜讲说，如实知苦，如实之苦集，如实之苦灭，如实之苦灭之道，有没有？这样清楚吗？其实这个就叫做觉悟，初转。觉悟之后，懂得在自己的生命的行持，生命的行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六根促进的经验。六根促进我们的起心动念嘛，有没有？展开离贪断爱，就叫做修道，就叫二转。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痛苦烦不断的修学，那这你会发现它不断的修学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在六根触境的当下展开这种八正道的修持，有没有？也就是在六根触境的当下觉察自己的身心现象、起心动念，有没有？依七觉支，满足七觉支，责法对治，那么通达明解脱，不断的去体验这个苦灭，然后到最后呢，六根触境都在一种明觉不动摇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一种正定，然后贪嗔痴完全熄灭，哎，所以叫做三转，苦就已经出了，哎，集就已经断出了。灭就已经证出了，道就已经修出了，这叫三转，成为一个苦灭的解脱者的心灵状态。哎，好，那你看，所以这个四圣谛的这个开展，其实它是源于哪里呢？源于佛陀在菩提树下正知正见六处入处的当下，它是明还是无明？有没有？如果它是无明，它就会怎么样？是这样苦，流转生死忧悲恼苦。如果他是明，他就怎么样？他就能够苦灭此事，终止这种生命的这种苦恼，也终此事终止，所以呢未来世也就能够终止这种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的轮回，对不对？这样清楚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不了解，其实如果不了解菩提树下的佛陀的十二缘支，要在四圣地当中真正展开那个修行之道，会不太彻底，会有隔阂，袂天呐，其实是袂天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啦，就等于是说，在六根触境的当下，现观四圣地，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六根触境的当下，现观四圣谛，其实就是什么？现观苦集，对，现观苦灭，哎，那这就是悉达2500年前悉达多在菩提树下的经验啊。他就是在他当下的生命经验，也就是六处入住的经验，看到因缘与无明贪爱，所以苦就会集，哎，因缘与无明灭，贪爱灭，然后怎么样？苦就灭。所以他是在菩提树下现观四圣谛，因此他把他这种智慧产生智慧的过程跟苦灭的方法流传在这个世间。第一次讲法就叫做转法轮经，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四圣谛它就有两路，在晚期的佛教里头，苦跟苦集就是什么？就是缘起门，有没有？等于生死流转门，流转门。苦跟苦灭，有没有？就是还灭门，就是解脱之路，就是这样来的。这样清楚吗？啊，好，那我们再回来。所以现在知道说，表面上听起来好像这是很古老的语言，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就是在你生活上面。六根触境的当下，如果有痛苦烦恼升起了，那我跟你保证，你当下就是落入不恰当的投射，甚至是无明我慢升起，对不对？那就是这样。那你有这样的自觉跟修炼了，所以当痛苦烦恼升起了，你就很容易怎么样？你不会去再去责怪别人，有没有？你不会去责怪境界，你会自觉性的、很聪明的，把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不恰当的持取怎么样？哎，把它给松开，哎，随着境界去流动，啊，恰当的去对待这种缘起的境界，啊，让你的心，你看你的心就会进入在这种能量的流动当中的一种美好而极尽的状态。这样清楚，这按你刚才这个没讲，所以为什么修佛法的人，伊唔是纯，咱想讲迄是真艰苦的人，唔是，会晓修佛法才会晓快乐，才会有真正的生命的喜乐。而且他就在当下，对，这样清楚这个意思吗？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啦。嗯，我们好，那我们准备呢开始上课。刚刚的练习主要是有一个用意啦，那个用意是什么呢？让你们直接就体验到四圣谛了。你看，你直接就体验到了，当心。寂静下来，只保持觉知，整个身心的那个波动，它就只是波动，你的心没有控制，没有干预，没有抓取，所以怎么样？没有痛苦烦恼升起。那所以这就变成怎么样呢？对于触这个身，这就是身念处嘛，当下保持这种觉知明觉，没有贪嗔痴升起，你看它苦灭。要你们体会的就是这么简单，我说简单就是这一件事情。那你体验到了之后，你要常常这样去练习。常常练习是什么意思呢？练习让自己的心进入这种苦灭的状态。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什么呢？你如果不知道这款怎样？这个美感的时候，你想说我在这边打坐啊，有没有？那你会变成说我在这边打坐只是休息啊，智慧不会升起。啊，所以呢，你在这边打坐呢很舒服。那别人或者说其他的境界产生呢，你看，因为你的身心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愉悦的这种觉受会被打破，那被打破呢，你就会怎么样？产生不愉悦的心、不愉快的心，苦就会升起。啊，所以变成那你的打坐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一种偏执。你的啊，所以搞不变呢，我较不爱做代志，我较爱安静，较爱安静这样。但是你在那种安静当中，智慧不会升起。那我们刚刚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让你去看到说波动、骚动是怎么样极止下来，极止下来的时候，你的心灵境界是什么样的状态跟品质？然后你当下去了知。这个心灵境界的品质是何因何己何生何转？你看它是怎么样转出来的？那个波动，那就是那个骚动、痛苦，它是怎么样灭去的？那你直接就领悟到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直接就领悟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对于当下的境界，保持如实的这种觉知，心对这个境界敞开。没有抗拒，没有对立，没有抓取，就好像河水流过，声音流过，川流而过一样。但是怎么样呢？你是完全清楚明白，因此你可以自觉性的安住在这种清楚明白的这样的一个觉知，而且呢，心里头没有那种动荡跟不安的状况底下呢，去回应你当下的生命境界。我在讲的是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了悟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困难。时间，你讲的时间是说，那我在做任何我在生活上面呢，都可以保持这个样子的意思。这是修道，这是在修，这是二转，这是二转法轮的层次的问题。我刚刚要你们体验的是在初转的这一部分，这个是觉悟，初转法轮觉悟。你当下，你心里头就会产生这样的洞察嘛，对吧？啊，所以你得怎样几行代志啊？比如说我们刚分几个层次，对不对？那你就看到说，哎，生命它就只是一种宇宙性能量的一种流动。所以生命的现象呢，它就是一种宇宙性的能量随着缘起而来的一种显象。因此对这件事情，你有一种来自于你内在里头的深彻的领悟，这叫如实之苦。其实因为它是一个无常之流啊。好，那你有这样的如实之苦的这个领悟，那你就看到说，所以在这个宇宙的生生不息的大流的显象当中呢，我如果不如实知，我如果投射贪欲，我如果抗拒，然后就怎么样？你看，它就苦集。你看，你当下产生如实之苦集的体验。那再来，那你看，你就又产生那样的领悟。那所以，我如果要怎么样？我如果要所谓的快乐的、解脱的、自由的，没有心里没有被遮障的，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流动里面，我就怎么样？自觉性的断除对于境界的抗拒跟执取，有没有？啊，所以就像跟我们的观呼吸一样，吸气觉知它，它就这样，就是这样；吐气觉知它，它这样，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你就活在这个呼吸的一张。一进一出，身体的收缩膨胀，这就是法流啊，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啦、啊。那在面对这样的生命的实相，你看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在用心？你只是保持一种敞开的觉知，有没有？所以心是怎么样？它是极静的啊，然后它是一种怎么样？它甚至它就是一种美好，能看到不？它就是一种美好啊。啊，所以苦灭啊，那你就很清楚的去看到说，如果要让自心活出这种自由、解脱、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你看，你就要心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正见，然后展开自觉性的在六根触境的当下展开，无贪、无嗔、无痴，或者说离贪断爱的修炼的历程啊。那你会发现在这个修炼的历程，它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是我们自心的生命品质的增上，有没有？你看看哦，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事情啊。那因为我们不断的去体验这种生命的这种苦灭的状态，那所以你看，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不容易用想要用语言去欺骗别人，或者去伤害别人，或者讲去不老实的话，或者去离间别人，有没有？所以你看，你就会自然而然赠予。因为你没有那种不恰当的欲望的投射，其实就会自然赠予。所以那因缘语安住在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了，我说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的行为，你就一定不会去故意要去伤害别人，不会故意要去伤害其他众生啊，所以你就会正业，端正自己的业行。那因为你了知道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这么透过这么简单啊，它就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容易怎么样？你就容易正面而活。你的表兄弟可以跟人逼关逼给你就不会这样啦、啊，你就不会用那些可能会伤害别人、对这个生命不好的这些事情来牟利，有没有？所以你就能够自觉性的正面而活。那你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体验到说，哎，生命可以自觉性的这么简单的去离苦得乐，有没有？这是你来自于你的体验啊，所以你会怎么样？你就在这里头增上啊，这个就叫做正断啊，是正断啊，啊，然后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的自觉性的增上当中，不断的觉察，就进入七觉支的修炼嘛。四念处就是七觉支的正念，有没有？随时正念当下，然后有不恰当的起心动念或者行为升起，随时把去断除它，随时去超越。然后呢，你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没有那种不恰当的欲贪的干扰跟对立的时候，有没有？身心就是一定是比较喜悦跟轻松的啦，所以就会有喜觉之升起，身心就会比较清安。那身心清安又喜悦，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一般在这个世间叫做他的 EQ 管理就会比较好，哎，情绪就比较稳定，有没有？情绪比较稳定就是正定啦、啊。只是这个正定它包含的一种什么呢？在佛法里它包含的是来自于八正道所贯穿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说这叫定慧等持啊？它就这样来的。你看，那你随时就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定慧等持的这种状态。那在这种定慧等持、情绪管理很好，有没有？然后很亲民，我们说这就是智慧啦，就是民，有没有？然后心没有痛苦烦恼，所以叫做民解脱嘛。体会一下啊！我现在讲说，你如果光从佛法的字眼，你这样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那你看，你如果说像你刚刚这样，哎，透过这样哎吸气吐气，哎，去体会这样心整个松柔安静下来，如实对境界保持觉知开放，但是呢，没有对境界有任何的抓取跟抗拒，去体会这个当下只是纯然觉知的心，有没有？你发现这个就叫做明解脱的心呐、啊。明觉，你看没有任何五盖痛苦烦恼的覆盖，这就是解脱心啊，这就是明觉的心啊，这就是如来的心啊，不是很远、啊、这就是我们本来的心嘛。当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些那个不恰当的投射跟期待的时候，它就是会这样呈现啊。那因为我们一般，比如说，很多人说啊，打坐就是打坐，有没有？然后那个文思就是文思，啊，你其实那是搞错了，嗯，搞错了。心在原始佛法里面啊，叫做正思维，都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一个极尽禅思。极尽禅师就像我们刚刚那样，比如像现在这样，你看你心静下来，吸气，你对身体的里面的内部，你看你保持充分的觉知。那对气怎么样进来，甚至这对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这个变化，有没有？甚至风的这种吹动，你也保持如此的觉知。那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不叫做明吗？清明的明，这不叫做明吗？心没有痛苦烦恼，不叫做心解脱吗？这就叫心解脱哎。我说要你们体会的是体会这个。那你看。你体会到这个，你就很容易像你刚刚讲的，哎，我那点更改当中，我都弄进去。你看，你又不明又不解脱，就出来了嘛。那不明不解脱就是苦恼嘛，对吧？那在那种苦恼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演讲讲的，你看你那个痛苦、烦恼会去引生痛苦跟烦恼，所以你就进入那个痛苦的轮回里面嘛。你看，那这就是十二缘起啊，啊，无明。哎，无明处在六根促进的时候，无明处贪爱执取升起，有没有？痛苦烦恼有序，有没有？一直在存在啊，你也在干啊，有没有？那你看就会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制造痛苦的轮回。那你有身心极尽而明觉的经验，干什么呢？就是你就比较容易在当下突然之间转醒，它就是要让你很快能够转醒。所以我们说培育这种心灵的这种转向能力，那就是你讲的说，哎，时间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先，我们在讲的是你先要有这种极尽明觉解脱心回家的感觉，心回家，你心真正回来这个宇宙之家，回到这个实相。其实你会发现，心回家了，心进入这个宇宙的实相，就叫做如来。这个就是如来，所以你要先体验到这个如来境界，然后呢，才有办法活出如来境界嘛。如来就像佛陀这样的一生觉悟啊，啊，所以他就能够在他觉悟了，然后所以修道，哎，他就知道说，所以在六根促进的当下，保持明觉，哎。让就好像风来风会过去一样，觉知这个风的触，觉知风的这个扫的这样的力量，来觉知这个风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它怎么样呢？如实觉知而不会抗拒，所以它如实来如实去。啊，它有这样的了悟，所以才能够这样修学啊，对不对？啊，你若不知你要怎修，你若不知人来讲。哦，你要解脱，你要解脱，现在怎么样？要先进入四禅八定，就像以前的悉达多一样啊。那现在不只要进四禅八定啊，进四禅八定还不够，你要怎么样？你要修四十种片处，对？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很流行的帕奥的禅法啊，你修四十种片处干什么呢？就是要提升你的定力，提升定力要干什么呢？让你再修世界分别观，再修世界分别观干什么呢？破你的色趣。他们坦白讲啦，讲懵讲，无鬼也做会到啦，做会到嘛，不是重点啦，你知道吗？重点你们现在知道在哪个地方了？重点是在六处入处，是在生活当下的境界，有没有？它是在生活当下的境界，有心有没有办法保持如实之当下的这种缘起、缘生、无常、生灭的实相？因此心呢？没有动荡跟不安，这才是重点啊！啊，所以我说不会很难，是这个意思。先了解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应该讲说，哎，先有这样的一种领悟啊，所以你才会知道说你要怎么修。你看啊、哦，2500年前那个悉达多，他原本就是没有觉悟嘛。啊，所以叫做盲修瞎练嘛，盲修瞎练，你看他盲修四禅八定，好不好？瞎练苦行，不敢不敢死，敢唔是？因为伊唔知影先变那解脱嘛。啊，所以你看他在菩提树下觉悟，就是这件事情，原来都是在六处入处的当下，啊，在六根促进的当下，你如果无明抓取，就是苦，就是生死轮回。在六处入住的当下，你如果明离贪断爱，你就解脱。无底下面所在，没有在明天，也没有在后天，都在当下。所以他有这样的觉悟，对，他先知道这个，他有这样的觉悟，所以呢，他就展开了我们说二转法轮的这种修行。所以怎么样呢？已经知道苦了，对不对？知道苦就要让苦从苦出来，哎，知道苦集了，哎，知道怎么样叫做苦集，你就要怎么样，要断这个集。知道苦可以灭了，你就要怎么样体验这个苦灭。知道道了，你既然知道道了，所以就要修道，有没有？啊，所以是先觉悟之后才有修道的路好走嘛。方师兄对不对？就像禅宗里头讲，这个叫做悟后起修啊。不，你不知道就是叫做盲修瞎练嘛。那我现在讲的意思，我不是说盲修瞎练不好，有没有？盲修瞎练是导向觉悟的过程当中必然会经过的啦，但是我们的因缘条件已经不到那，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不然今天你们不会来这边。对，就是累积了很多在修行上面的疑惑，然后有很多的那个疑点想要去探索清楚，对，啊，所以我们才会来这边相聚嘛，啊，那。我们来这边相聚，分享佛陀有没有？怎么样从盲修瞎练无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导向走向一条自觉性的解脱之道嘛？哦，是这样。所以我说，简单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它简单呢？因为它就在当下，它就在当下。你看，你痛苦烦恼升起。纵使你说那是昨天的，但是你现在因为昨天的事情还在痛苦，有没有？所以痛苦在当下，啊，快乐也在当下。纵使你在想过那是啊，我现在50几岁了，哎，想到30年前有没有跟我现在的老婆见面的那种喜悦，有没有啊？那现在很高兴。你看这个时候，他还是在当下。啊，你在想未来哦，我未来哪是中到什么乐透的情况，要那想个真强的无？那还是变，你看你都会拉在当下。所以所有的生命经验它都在当下发生，那所以你要如实知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它的实相，它的因，它的缘，它的业，它的报啊，那在这里头，所以你就会看到，所以怎么样呢？当下它可能是苦跟苦集生死流转，哎，当下它也可能是怎么样？如实之苦，如实之苦灭，当下解脱。对这件事情。啊，对这件事情，对生命的实相，其实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对生命的实相的这种发生的，它的这种因缘，它的这种状态，它的这种导向，你有这样的一种领悟，其实在原始佛法里头，这个就叫做觉悟，这个就是觉悟。那我们当然说，那觉悟有各种层面，会随着怎么样？所以因为随着你对于这个生命实相的那个洞察的那个，我们说有深度嘛，深浅不一样嘛，啊，但是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领悟是什么呢？他看到什么？凡原生的，必然是生灭的；凡在这种生灭的境界当中有所执取。必然带来生命的苦难。凡能够对于当下如实知这个缘起生灭的实相，而自觉性的离贪断爱，就能够导向当下的这种苦灭。所以，如果自觉性的这样的一种修炼，它就能够怎么样？就有那样的一种可能性，导向就近解脱。这就是觉悟啊。那要不要这样修是？要不要这样修，就是修道的一个层次的，叫二转的问题。哦，我刚讲是这样，所以是先觉悟是比较重要的。嗯，那你有了这样的一种领悟之后呢，对于生命经验当中的这些苦乐忧喜，你就会发现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哦。我们当然在还没有究竟解脱之前，你面对境界有没有也会有忧，会有喜，会有苦，会有乐，对不对？但是你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没有根，你袂抓紧安的意思啦，你不会抓很紧，没有根了，啊，然后呢，很快你就容易安住在，哎，这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我们说宇宙的这样的一种波动，苦也好，乐也好，忧也好，喜也好，它都比不上保持在这种如实的领悟啊，活在当下，极尽而片满的，就是你活在当下，你体验到这种片满的极尽。 所有的生命经验呢，不会比这种生命经验美好。啊，所以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会自然而然导向了怎么样？啊，不用那么骚动，啊，不用有那么多的追求，所以会自然而然你就会少欲知足啊。越少欲知足，事物越少，事物越少的过程当中，你身心的能量呢，有没有越高？不必要的散耗越少嘛。 然后你又能够做一种自觉性的这样的一种修炼，所以你生命当中的觉性，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灵性有没有？它就会被提升。那你生命当中的灵性、生命当中的觉性在被提升的过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修道啊。那修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痛苦烦恼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多了。刚才讲的安尼啦，啊。 那痛苦烦恼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多，而且还带来一个什么呢？你的这种离苦的智慧越来越高，啊，所以就进入二转修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那不断这样修学，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呢、啊：当你的心进去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对这个生命呢，你不再抗拒了，你会对生命呢。 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信任，他要给你什么，他不给你什么，他会给你什么，你都不太 care。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很自觉性的学习，我就活在当下。那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呢？尽力的随这个当下的缘起，做好我在当下的境界我该做的事情，让它恰恰好就好。 没有不必要的攀缘，没有不必要的顾虑。当不必要的攀缘升起了，你就会感到，你就心里都会马上感觉那种不必要的不安。因此你会怎么样？正知正念当下，看到这个苦升起有没有？然后你就离断它。没有必要的顾虑升起，你就发现心灵里面的这个沉重，所以你会正知正念当下就把它给舍断。啊，所以呢，你就慢慢就会发现说，哎，对于生命呢。 你在生命当中经验到，就是你生命可能经验到的，就像你曾经经验到的，你会有一种领悟产生，会发生的它就会发生，不会发生的呢，它就不会发生，而且你会发现你有一种很高度的自信，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会知道说你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去穿越。 所以你有一种高度的自信，你不会被境界给打败，甚至呢，你会有一种高度的自信，纵使被打败了，你会很快的再站起来。所以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对生命怎么样？你会很有安全感，你就会很有安全感，这就是来自于对生命的了悟。所以这个四圣谛，你不要把它看成也不是字，你知道吗？ 在佛法里面有没有我们常常讲说，哎，有一种正向的修炼，在顺境当中修炼，有没有？那有一种是属于叫做逆增上缘，在逆境当中修炼，对，就是这个意思啦，类似这样。那我们用比较感性的话来讲，就变成说，你有了这样的一种觉悟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慢慢就会去肯定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好事。 变成这样了，你说，哎，一般顺境叫做好事，有没有？逆境呢也是好事，这就进入那种我们说像在新时代运动里头讲的那一句话一样，叫做万事皆美。拄到任何境界，你感觉伊迄种，刚才变作就是一种生命美好的呈现，因为你当下会有这种所谓的四圣谛的智慧去回应它。生命呢？ 它就变成，哎，你会发现它是一种苦难呢，它就变成是一种智慧增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缘。没有苦难呢，没有智慧的花朵，哎，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如果说跳开了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很悲苦的文字，有没有？你就看到我们刚讲，对吧？无常是表示生命本身的一种流动，对，所以它不会止息。所以在这一面上面呢，我比较喜欢从道的角度来看这种无常的现象。所以你会看到说，你会变成无常真的很好，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就是这样能量的永恒的，有没有？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流动跟变化，所以才会有花开，才会有花落，有没有？所以才会有春夏秋冬不同的风景，所以才会有这种种种众生的各种生命的这些形态的展现，甚至呢，你就看到，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忧悲苦恼，有没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从忧悲苦恼当中怎么样破体为笑，哇！这不是生命的精彩吗？它就变成一种生命的精彩。所以呢，这个无常，你看你就会看到说，这里头它是一种生命的伟大的能量在显象。所以呢，有了这种了悟，破除了这种小小的自我的这种隔碍，学习把心放进去，融入这个无常的宇宙大流里面，学习。心不断的去敞开，每天每个时候，我们都可能怎么样？我们都可能活得很快乐啊，然后在那种没有抓取的，活在跟这个宇宙的能量同期节拍、同期脉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应该你的心会很安稳。那你了解了之后呢？你对生命你就充满信任，所以我最近我就跟一个朋友，那个，现在是30年了，离分开了三十年没见面了，然后最近碰到面，然后前几天晚上就很想跟他分享一点那个生命经验，然后后面就写一句话，我跟他讲说。生命是奇迹，因缘也是奇迹。生命里面的苦难也是奇迹，对不对？生命是奇迹，不是吗？你看，生命是奇迹啊！你从佛法来看，生命真的是奇迹啊！从生命来看，生命就是奇迹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流动当中，你看各种缘起有没有？各种交汇，不是奇迹吗？你看小鸟在你早上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它在那边叽叽叫，有没有？这不是奇迹吗？那你看那个树绿的那么好看，不是奇迹吗？花开的那么香，不是奇迹吗？生命缘起，它是奇迹呀、啊！哎，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受苦，你看人会哭是奇迹耶。你看，流泪，然后会笑，会哭，会笑，不是奇迹吗？然后会受苦，会觉得苦，会觉得恼，有没有？然后在痛苦烦恼当中找出路，不是奇迹吗？你看，它都是有活生生的生命在那里头，有没有？它在里头脉动，它是奇迹呀、啊。然后奇迹当中的奇迹是什么呢？你看，在这看起来有没有？好像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这些苦难，很多的那些痛苦。但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爱，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并没有被生命里头的苦难给全然的挫败。大部分的人对于爱，有没有？对于生命呢，有某种信任，有某种追求，虽然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那在这种看起来好像很痛苦的这样的生命经验当中，你看他的爱没有止息。有时候有没有人看妈妈有没有？像刘太太经验到的，爱小孩子爱得那么辛苦，有没有？爱他就感觉因为是继续爱啊，有没有？那个时候夫妻之间爱得很辛苦，还是爱呀、啊，有没有？然后男女朋友之间爱得很辛苦，他还是爱呀、啊，有没有？爱得七荤八素，爱得那个神魂颠倒，有没有？爱得痛苦烦恼，爱得泪连连的，有没有？他还是在爱呀、啊，爱什么？然后呢？你看他像佛陀这种人，像德雷莎这种人，像耶稣基督这种人，你看到他怎么样？他们从这种生命的苦难当中，竟然真的开出了完全的那种怎么样？一种爱的花朵哎，啊，他，那你看他这种能量是怎么来的？其实这种对我们说，如果爱是现代的语言，对，那你如果说从佛法的语言，它就是一种完全然的慈心的在对待生命，一种慈柔的心在看待生命，用一种慈柔的心在看待生命的苦难，有没有？看到没有？那不是奇迹吗？有没有？那是奇迹当中的奇迹，有没有？你看有时候我们对，比如说那像陈师兄可能很爱小孩子啦，有没有？看小孩子在受苦的时候，你看那个父爱产生。啊，会想要去了解他，会想要去安慰他，会想要去扶持他。爱呀、啊，那不是奇迹吗？啊，那就是奇迹呀、啊。哎，那你看，我们何其有幸，哎，在经验这种宇宙的各个层面的奇迹。啊，啊，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走过来了，你就发现说，哎。痛苦过，哎，也欢乐过，哎，苦涩过，也狂乱过，哎，爱过也恨过，恨过也爱过。但是你就发现，原来一切都变得这么美好，因为它就是生命本身。但是我们这边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一直在生命经验当中陷溺住，有没有？陷溺进生命的那个泥淖里面啊！所以呢，他听到我们这样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就想：啊，是你较好运啦！哎呀，你在讲生命是奇迹，哎，这是你较好运啦！你那蠢话，你讲看卖嘞，有没有？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啊，其实坦白讲啦，在生命当中，有没有？你看佛陀他经验的是什么呢？他经验的就是苦。从生命的那种无明的苦难当中，从追求苦难的消除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盲修瞎练之苦，有没有？这样走出来的、啊。每一个人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只有一条路，他都是一定会经过生命的苦难的淬炼，他才有办法去看到我们刚刚看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那个也不是随便讲风凉话的意思啦，哎，那嘛是怎呐？50年性命经验嘞，是这样来的嘞，是这样。那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去看到说苦里头的那个意义，就是希望说大家去了解四圣谛里头这个苦地，伊唔是宗教人士伫咧讲的迄个意思，唔是迄款物件。其实这个苦地，你如果从耶稣基督的路就更看得出来哦。这个叫做苦路，生命在承受这些经验、觉受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办法做恰当的对待，啊，那所以呢，他就会受苦。那我们不论说在各种关系上面，比如说在夫妻关系上面，在事业的关系上面，在亲子关系上面，有没有？对，我们都在经验苦，有没有？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告诉我们。透过受苦的历程，到最后会怎么样？被高举，那个叫复活。所以走过苦路之后，你看我们心灵会升华。所以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力量？堆砌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复。我们说，基督教里头讲的那个复活啊、哦，其实就是我们灵性的一种升起，觉悟的一种升起嘛。觉悟的智慧的一种开启，是什么东西去引动的呢？它的因缘是什么？你看，就是四圣谛里头的苦地，还有苦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看到了这个样子啊，所以呢，能够透过这个苦路走出这个苦路，然后生命呢，有没有？你看它就被高举，你的心呢就复活了。那是这个过程啊，所以你看，看到苦集，看到苦灭，有没有？所以呢，生命呢，就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在修炼，在成熟的。所以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演讲有跟大家讲说。 其实有没有苦难？生命的苦难是智慧的花朵必然需要的养料。没有生命的苦难，不会有智慧的花朵。师兄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可以用很 poetic、很那个很诗意的语言来讲这个苦来，那可能大家就很容易体验。 那如果用四圣谛来讲，有没有？你会觉得好像是佛陀在讲的，知道我这个意思吗？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用我们活生生的生命经验，去体验2500年前那个佛陀，啊，他用一种很慈柔的心去整理他的经验，然后流传下来给我们的教诲，不是文字。 而是非常具体的这种生命经验的啊，是这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上礼拜对讲这个四圣谛，原本从12元支的这个44种观支在讲四圣谛，那今天是从比较传统的哦四圣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希望呢你能够带到说你在生活上面的当下。 就能够直接去照见，这样，啊，好了，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哈。翻到那个60页，前面从58页到60页这边，你们看一下啦，因为他就是在讲说一个婆罗门尼啊，然后那个他的那个个性，然后他问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60页这边啊。 他先供养了这个修行人叫优陀夷以后呢，啊，他原本比较傲慢嘛，啊，问法，但是那个优陀夷都不说啊，所以他那个请到第3次的啊，然后知道说问法要谦卑一点啊，那优陀夷才跟他讲啊，60页这边他问什么问题呢？啊，啊，我们先这样讲，第5行60页倒数第5行啊。 那个这个和尚尼呢，哦，知道说那个这个佛陀的这个弟子优陀已经吃完了，哦，他就脱下他的靴子，整理了衣服，坐在一个比较卑下的低的一个床座，哦，然后就恭敬的问法说啊，我想要有问题要请教尊者啦，你有没有时间回答呢？那优陀就跟他讲，好啦，现在可以啦，你问，那我就为你解说。他就问这样的问题，他说，哎，有一些修行人，哦，说。 苦跟乐呢是自体产生的，自力产生的苦乐自作；又有的人说苦乐是他力产生的；又有人说呢苦跟乐是自力跟他力合而生的；又有人说呢苦跟乐呢是非自非他等是无因而生的。好，那比如说你看像这样的问题，他在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哎，我们的痛苦快乐啊，就是苦受乐受，有没有？ 它是纯然由外力引生呢，啊，还是呢？它苦乐它有自己的那个力量在那边升起，还是呢？自力跟外力各一半，还是呢？非自非他等就是无因的，它就是没有什么因缘条，没有什么那个原因就会升起这样。好，那你看他这个问题是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所谓的痛苦快乐，它到底是？ 怎么样升起的？对，好，那你优陀也就回答了，他说：“姐妹啊，哦，阿罗汉说啊，那个所说的这个苦跟乐呢，哦，不是这样讲的啊、哦，不是你讲的，哎，它是自力升起的，或者是他力升起的，或者自他各一半，有没有啊、哦？共生的啊、哦，或者是无因生的。那个婆罗门你就又问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就等那。” 怎么说呢？哦，那就说，就等于说那个佛陀说啦，啊、哦，是从因缘生。一个解脱者呢，是说从因缘生，从其因缘生之苦乐。哦，所以苦跟乐呢，是从因缘生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优陀夷优陀夷就跟这个婆罗门女问啊，他说：“我现在问你啊，那你看你们自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也要这样去用心啊。”他说：“你认为怎么样呢？有没有眼？有没有眼根？有。有没有色尘？有。那有没有眼识？眼处，眼处因缘有没有？要有根尘。”是和触了眼处的因缘升起，对不对？才会有受，你的内在里头，心理上面才会觉得苦或者乐或者不苦不乐，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对，那个婆罗门女就说：“如是，尊者优陀夷。”那耳、鼻、舌、身，等于说这其他五根是不是也这样呢？要有这五根触五境，对。然后五识升起，然后形成所谓的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不是这样呢？那优陀夷就婆罗门女就回答是这个样子。他说这就是阿罗汉所说的啊，从其因缘而生苦乐啊。那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有没有六处入处？对，因缘与处生受。啊，所以这个受其实它包含什么呢？苦乐受也包含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升起，包含受想思啊。好，那再来，那这个婆罗门女就问了：“那尊者优陀夷啊，这就是阿罗汉所说的从其因缘而生苦乐吗？”那优陀夷就回答是这个样子啊。那婆罗门女就又问了：“那什么叫做从其因缘生苦乐？”从其因缘而生起的苦跟乐，不苦不乐怎么样灭呢？就是什么样的因缘可以让这种苦乐不苦不乐即灭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哦。啊，在这种生命经验当中生起苦乐，随苦乐而转，哎，这就怎么样？这叫做缘起门，哎，流转门。那他现在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苦乐即灭呢？啊，好，那优陀夷就回答：那我现在问你啦。一切的眼，一切始灭无余啊，就等于说没有眼根了。那会不会有这种眼处因缘而生受，让你的心理情绪产生苦，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呢？然后他就说没有，不会有。就等于说，如果没有眼根，就没有眼根去触色尘，对，所以就不会有眼识升起，没有眼识升起，就不会有随着眼识而升起的这种触。然后就不会有这个触而生起的苦乐受，对不对？那耳、鼻、舌、身、意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当耳、鼻、舌、身、意一切时永灭无余，那还会有因缘于这个耳、鼻、舌、身、意处而生起的这种觉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吗？啊，那他就回答没有。好，那所以他就那个。优陀夷就跟他讲，就是这样啊，婆罗门尼啊，这就是阿罗汉所说的，随着这样的因缘，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就怎么样，就即灭了。那你看，这个时候优陀夷这样说法的时候呢，这个毘钮瞻迦言是婆罗门尼远程离垢得法眼净，什么意思？就叫做开悟。这个就开悟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呢？见到实相，见到这个法，得到这个法，知道法，入法，度以超越，大以小惑了，有没有？是怎么样？透过这个听法，然后内在里头自知作证，所以他不由于他而入佛的这种教法，于法得无所谓，得无畏，这什么意思呢？就对于这个生命现象，有没有它的原生跟它的即灭，他已经怎么样？心里头了悟了，所以于法没有任何的怀疑或者畏惧。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皈依了，好，他就白尊者优陀夷：我今天呢已经怎么样？超入决定，就是超越了世间的一般见解啦，入这个法流，而且怎么样？自己的心呢？确定啦、超入决定。所以我从现在以后皈依佛法僧。啊，那我现在那这就是这篇经文的主要的意思。那我们为什么先用这篇经文来讲呢？生命经验有没有？这样看到吗？我们的痛苦烦恼苦嘛，有没有？或者乐嘛，或者不苦不乐嘛，哎啊，其实这边要讲清楚，就是说，你看，在苦跟乐、不苦不乐，受在升起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有受就会有想思，哎。那不断在这边原生而流动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头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经验其实就是怎么样透过六根促进而在发生的。所以他就直接这样讲，那你看如果没有六根了，就不会有促进的问题，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觉受的苦或者乐，就是生命经验就没有升起或不升起的问题。那这样不是就都寂灭了吗？有没有？好，那你这个时候你产生什么样的领悟？你说，哎，安尼我都拢没能借六根，那这样就错读了，安尼就错读了，哎，所以是什么意思呢？等于看到说，我们生命经验是怎么样，已经有这样的六根促进的这种生命经验，哎，但是你如实知道说，这些升起的生命经验它是怎么样，它就是随着这种因缘条件而升起的，所以它是原生的，有没有？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可视的，它是不可抓取的。因此你如果要在这样的生命境界当中把这种痛苦烦恼给熄灭，就怎么样？有眼等于无眼，有六根处等于没有六根处，是什么意思呢？在促进的时候如实知它是原生，哎，无常苦无我，所以不会随转，所以叫做有眼等于无眼，有六根跟它没六根呢，有处等于无处。就像我们刚刚你看，哎，身体吸气，觉知身体的状态，有觉知也是平静，你没有随着身体的状态而动荡，你看当下苦灭。那如果随着这样的一个修学的过程，哎，到最后比如说我们说之前有跟大家讲那个生死学的问题，对不对？生病的时候呢，一样保持在这样的如实知，这整个生命现象是一种原生的，所以觉知当下的状态而不随转。哎，临终的时候呢，像佛陀讲的这样，对于身体的觉受完全保持如实觉知，不管它是苦受或者乐受，你如实了悟，随着这个身体的败坏呢，这些受呢终将灭尽。因此保持在这种完全没有抓取的一个舍心的状态。那随着最后临终这个身体败坏了，你的心没有动摇啊，它就般涅槃，进入那种所谓叫做无余涅槃嘛，究竟解脱的那种境界。那活着的时候就是怎么来的呢？解脱怎么来的呢？活着的时候你看，就是因为如实知跟尘世受想思它都是怎么样原生的，所以都是无常的。因此懂得在境界升起，生命经验在升起的时候保持在这样的正见而离贪，所以它苦就灭啊。这就是这个婆罗门尼觉悟啊，就是这样就叫做觉悟，哇，远程离垢得法眼净嘛，他法眼就开启啦。啊，你敢听有这意思哈？所以我意思讲，你看，咱一般想讲啊，我被解脱就讲我没有这些痛苦烦恼无？那他怎么样呢？比如说像我以前在讲法的时候，有一个刚从美国回来，他是一个那个富人，然后他是一个我们说上柜公司的那个董事娘这样。那他她老公有外遇，那时候就很痛苦。那他有一阵子呢，他说他去找那个密宗的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因为钱让他老公外遇，让他很痛苦，所以他就一直捐钱，一直捐钱啊。那一直捐钱为什么有好处呢？他的心量在一直扩大，虽然钱是代罪羔羊，对不对？但是其实他苦跟钱没有关系嘛，不是吗？啊，那慢慢他到最后他发现怎么样呢？哎，是他那个师父就跟你啊，这跟你那个人家有人家的因缘种种关系所造成的。好，那我要讲什么呢？你看他不是在如实面对当下自己的苦因跟苦缘啊，什么意思？你看这个时候我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呢？我的痛苦是来自于我这个时候我的心不愿意去接受当下发生的这种状态嘛。啊，所以你看我在抗拒它，所以我受苦啊，有没有？所以他什么？他就是一根触这个法尘。但是呢，你不这样看，然后呢，找另我们说就等于说叫做心外求法啊。那有的人呢碰到痛苦烦恼，啊想啊这是我的业障了，有没有？所以我来做惨了，我来什么念咒语，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有的人啊，我这心我痛苦烦恼了，我打坐了，我不要弄这个，知道这个意思吗？他都没有真正在自己当下苦的升起处去看到苦灭的缘起，去看到苦升起的因缘，去看到苦灭的因缘，有没有？啊，所以都会变成怎么样？他就会心外求法，心会继续流浪，会继续受苦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说，其实在佛法的修学上面，你要很自觉性的修炼，就是在当下。修炼它就在当下，当下都是在就是六根触境的当下啊！你如果说哇，这个境界太强大了，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回应，那怎么办？吸气吐气，借由安住你的身心的状态，借由呼吸扩大那个缓冲的那个空间，你内在的那个动荡起来了嘛？那你自觉性的吸气吐气，它就会稍微调整一下你内在的这个能量运转的这个波动。然后就比较能够去安住啊，然后就有保持吸气吐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正知正念的力量慢慢在增上，然后呢，能够去接受当下的这种境界，啊，这就是一种修炼啊。啊，所以从这篇经文就是让我们来直接的，就是你看，觉悟没有在其他地方，你看这样了悟了，有没有？这样叫做得法眼净。就像说，哎，之前我们说阿耨居林有没有听佛陀这样说法？他当下领悟了，啊，跟啊拼命打坐没有关系，有没有？跟外面的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关系，它都是来自于自心，有没有？对于生命实相的一种彻底的了知。那在佛法里头，这个觉悟它包含了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这件事情，痛苦烦恼的因缘是什么？如实知。痛苦烦恼可以如何寂灭的因缘，如实知，这个叫觉悟。这个就是觉悟。所以你看，你就不会去心外求法。那你有这样的觉悟，你就会发现，我修禅定，我也知道修禅定为什么；我闻经听法，我也知道我闻经听法在做什么，有没有？我在生活上面历练，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你如果没有觉悟，变成这代志嘛，拢无啥着当。那你若干悟了后呢，你变成这代志嘛，拢会怎么样？进入那个内在的秩序里面，有没有？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知道自己在学习什么？你知道你自己在经验什么？所以这就是弘忍讲的那句话啦，有没有？那时候他不是已经有1500多个徒弟，然后准备那个传一波啦，对，然后叫大家写记，然后他就跟他们讲，啊，你们在这边累积很多的那个福德是不错啦，对不对？但是呢，那些福德那些是缘起的嘛，因缘无常的嘛，哦，后面这他没讲，他说，但是呢，如果不是本心，有没有修学无益？那所谓的是本心，用这样的字啊，在佛法里头就叫什么？就叫做在原始佛法其实就叫做觉悟了。那你觉悟了，你才知道你在修什么啊，你在为何而修啊？你觉悟了，你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持戒啊？有没有？觉悟了之后，你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修定啊？你觉悟了之后，才会知道觉悟之后，你就知道说戒的功德、定的功德是什么啊？那么它的方向，它的目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你如果觉悟了，你的整个人生的境界啊，从今而后都会变成你怎么样？你修学历练的一种道场嘛，啊，它就是变成你修道的历程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在六根促进的那个当下里头去怎么样？随观苦，随观苦集，随观苦灭，现观四圣谛。所以我们说修学佛法，它不是一种回避境界，而是对境界的保持一种觉知。而这个觉知呢，也不是简单的就只是知道，而是怎么样呢？觉知当下的原生跟原昧。那这样呢，生命它就会带向一种我们说一种觉悟的一种修炼，它就是一个解脱的过程啊。那这篇就是那个。婆罗门女剑法，你看它就这么简单，啊，也就这么深沉，有没有？好，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那谢谢大家了。